不连线的。你车子，你摩托车需不需要换机油？要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一个，我们的这个跑了一万，那这个会计就很重要了。为什么很重要？其实，如果说你们都念会计系的，然后东西坏了，他们都不去管。来，各位同学，那下课休息十分钟。同学，你身体不舒服吗？没有，我只是太累，不小心睡着了。昨天打工到很晚吗？我妈生病了，为了医药费，我只能去超商上夜班。钱要赚，身体也要顾啊！啊、哦，来来来。这一本笔记拿回去看，今这个期末考的这个题目都会从这一本册子出来，所以说带回去看。谢谢老师。韩资这么的强势，对台湾的产业冲击啊，只会越来越大。公鸡啼，小鸟叫，太阳出来啦！太阳当空照，对我微微笑。他笑我年纪小，又笑我志气高。年纪小，志气高，将来做个大英豪。来啦，好我啦，放手啦，你放啦，放啦。阿爸，我袂食饭，我问你一下，我小弟弟，你唔要甲小弟上课。不用的啦，不用的，不用的啦。高中毕业，我就不爱读，我要去台北打拼。为什么你的成绩这么好？我要斗三工赚钱啊！老师讲，爱读册才会当赚搁较侪钱。唉，我已经无法度等到迄个时阵啊！好，我挺你，加油！好，我一定搁较打拼，我一定会成功。阿爸、阿母，免烦恼啊，我会好好照顾家己的。好啦，你去台北，你家己就较细腻，家己较保重的呢。阿爸，我知影。阿杰啦，你若去台北没关系，你就要紧回来呢。嗯。阿爸，只要2000，让你早先去台北好啊。唔啦。无要紧，你早去，无要紧啦。好啦，阿杰，你早去用啦吼。恁紧回去。
台北有异乡游子的梦。30年前，我只有2000块，但是我有满腹的勇气跟希望，因为我相信勇者无惧，开创新局。来来来，休困啦，休困，加班加班，哦，辛苦辛苦。讲得嘛奇怪，大家讲到加班，走敢若飞，为什么你家家很欢喜呢？因为我的薪水全部拢寄转去厝的，所以我无钱食饭。但是我加班呢，不只有加班费，头家你嘛会给我便当，所以我当然爱加班啊。你这囡仔袂歹，来来来，一杯送给你。来。多谢头家，多谢头家，我一定会好好打拼，好好坚持落哦。好，我知影。出去。老师，嗯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。嗯，你妈妈身体有没有比较好？别怕，我对你有信心。这支笔送给你，他曾经陪我走过无数的迷惘、重重的难关，但不管如何，记得勇者无惧，开创新局。谢谢老师啊。